安波华语足球快讯，二零二四年零一月零五日。纽卡素硬闯新特兰。周六晚上，英格兰足总杯第三圈上演多场对决，其中纽卡素做客挑战新特兰。本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。纽卡素近期表现不佳，正遭遇三连败打击。 此行挑战处于不败中的新特兰，纽卡素还是应以常规时间不败为目标饱和争胜。新特兰上一次征战英超还要追溯到两千零一十六横线十七赛季，并且两千零一十七横线十八赛季还从英冠降班，遭遇两连降，直到两千零二十一横线二十二赛季才完成升班。 本赛季是新特兰重返英冠的第二个赛季。由于常年在非顶级联赛征战，新特兰在英足总杯自然没能取得什么成绩。过去四届有三届止步第一圈，而上季杀入第四圈已是他们近八年的最佳战绩。近况层面，新特兰近三仗斩获二胜一和的不败战绩。 其中主场赢二比零，比查特与鲁斯恩各建一攻。此番对决纽卡素，两人将是新特兰进攻端第一仗。另外值得一提，比查特是新特兰的队内助攻王，目前送出五次助攻。纽卡素在多线作战、伤病侵袭的影响下，表现严重走样，近八场各项赛事仅取胜一场。 而在上轮英超负于利物浦后遭遇三连败，如今锋线一仗之一的格林威尔逊也加入伤病名单。除去被长期禁赛的新杜东拿利，纽卡素预计共有八人无缘本场与新特兰的比赛。艾迪赫维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稍显安慰的是，阿历山大伊萨克保持健康且找回了射门靴。 对阵利物浦时，一度帮助纽卡素扳平比分。目前各项赛事攻入十一球的他，也是球队头号射手。此番对决新特兰，阿历山大·伊萨克将领衔纽卡素出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